吃。好，各位叔叔、伯伯、大姐，还有大哥、大姐，还有直播组的直播组，大家好，我是倾诉铃声的玲玲，然后旁边是亲亲爱爱，一定都知道，他从第一天到第十二天都站在这边，对，突然觉得有点想哭，就是很感动啊。然后我今年是24岁，然后我们是去年，就是我们在新竹有成立一个青年军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说。因为其实在青交大，然后就是有点，我觉得是被有点像霸凌吧，就是语言霸凌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之前会觉得说很一开始挺出来会觉得说很有点难过，然后可是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撑了这么久，然后我觉得在做对的事就要勇敢说出来，我觉得还是民主的真谛。已经这么辛苦，然后每天都在这边，然后刚刚也是轻轻带我这样走一圈，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要放这种剧嘛，对啊，然后放在这边，他说我们有人民，我们又不是报名，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权益，然后这样站出来而已，然后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害怕，这么可能是心有做坏事吧，才会这样子这么强逐的越来越高。我记得之前就是。韩市长跟我说心里不要堵墙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，我看到大家都是很善良，然后很有爱心，然后真的是在做对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团结力量大，所以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一起出来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谢谢大家。好，刚刚说得很好哈，每一个人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